你们想听真话吗？这句真话我说出来肯定让大家会扎心。苹果有一款手机在2023年二手市场是销量最好的，这款机型呢就是拿在我手里的13 Pro Max。 先别急着反驳我，为什么这款机型可以横扫所有的苹果手机一些型号，它的销量可以足够的证明这款机型的优点到底是什么。其实每个人在问我选手机的时候，这几个优点这几个要求都能满足到大家这款机型。比如说有些粉丝问我，我想要一款大屏的、打游戏好的、然后续航好的，这两个要求13 Pro Max 你们说大家能不能满足？能满足吧，对不对？再者说13 Pro Max 我要手感好，然后运行不卡顿的，这是第二个要求吧。13 Pro Max 不锈钢的机身，然后手感肯定是 OK 的嘛，然后性能好，它都有120Hz的屏幕高刷，你都性能好不好，这个屏幕也要2000左右。所以说你们在选手机的时候啊，我可以这么说啊，性价比最好的就是13 Pro Max 大屏的这一款，小屏的话你们可以选择13 Pro。 那13 Pro 很多人说啊，电池恐惧症的我们就选择大屏的吧。13 Pro 经过多家媒体的评测啊，它甚至比 14PM 甚至比 15PM 都来得更优秀。这个我不是跟大家瞎掰，你们可以去各大人行去看一下，搜索一下，我说的是不是实在话，这也是我说的。那很多人就是还会喷我说，哎，这个价格太高了，你给我好好讲一下，目前13 Pro Max 入手哪个行情比较合适。 OK， 13 Pro Max 它的跨越是比较大的，目前华强北市场上有128的卡电机、256、512TB， 下一代的钉子户我可以这么肯定啊，至少24年、25年、20年、27年、28年仍然有一大部分人的去需求它，这是我说的，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不要乱。那首先来说这款机型的行情，我就慢慢的给大家爬一爬这款机型目前掉到了多少。首先说卡电机128G 的，你们想一下，卡电机目前可能是在3000出头了，然后无锁版的应该也就是在3000G 吧，外观一般的，电池效率高一点的可能价格要高那么一点点，128G 的无锁一般就是在3900到4000左右了呀。毕竟这款机型上市的年份不算老也不算新，电池效率高的也会有，电池效率低的在市面上也是比比皆是，因为它的供需量太多了，好多人买这款机型。我今天拿这款机型其实拿了家里面也有70-80台吧，上一期视频我说了，我拿了13 Pro 拿了几十台的13 Pro 卖的都差不多了，然后13 Pro Max 又到了好多台。我为什么把这些机型带过来，因为很多粉丝就是希望我推荐的，喜欢我推荐的。13 Pro Max 这边的电池啊都是比较高的，有80多的没有多少台，然后90多的电池，特别是95以上的至少还有10到20台啊，这是我说的。你们选择这些机型的时候，价格的话我会给大家友好的行情。很多人找我选手机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入口，其实呢知道我的兄弟们，我会有直播资质，你们还可以加入我的抖音粉丝群，然后还可以在评论处私信给我，这些都可以找到我，不要走弯路好不好。13 Pro Max 目前带回来的行情啊，我忠实的告诉大家，大家最建议入手的也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，也就是这些13 Pro Max 256 512G 的这两个内存啊，大家都是最多的人喜欢的。当然我个人还是稍稍的推荐 512G， 因为512对比256他们只差了200左右，200左右就可以拥有一半的内存。这些机型啊带在我手里啊都是95以上的电池，我带回来了，价格的话颜色啊或者内存啊，我刚刚也讲了，512G 的我这边也有20台左右啊，价格的话带回来的行情也就是在4600左右，但256G 的话在华强北95以上这种电池啊可能是在4400，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种高效用电池是不是我说的这个价格。我说的这个行情目前来说就是当下最真实的行情。13 Pro Max 它的优点我就不多说了好不好，你们如果用的是13 Pro Max， 你们没有后悔的话也可以写在评论处。接着这款机型的优点，我就拿它对比14 Pro Max。目前14 Pro Max 512G 的，我跟大家讲清楚，在6500左右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而13 Pro Max 目前无锁版的512G， 刚刚我也跟你讲了，像那种高电池的才4600左右，也就是说6500对比4600差了2000左右，你们怎么去选？
明眼人都会选择时尚不能耐的是吗？除非你心有强迫症，你说我喜欢选新款，不喜欢选旧款，那没办法啊、哦。那没办法，你选择十四 Pro Max 是你的自由，你是有钱人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如果你喜欢大屏，喜欢120赫兹高刷，如果你喜欢拍照拍视频的话，十三 Pro Max 拿在我手里的这些机型，通通的可以满足你。这些机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可能会在直播间秒一波啊。然后这些行情的话，刚刚你们也听了，一分钱一分货。好了，如果这个视频对你选中十三 Pro Max 有帮助的话，顺便帮我点个赞，拿这些手机。用起来，生活更灿烂。